我今天给你准备了那个你最爱吃的炸酱面。谢谢妈妈。你哈喽。吃炸酱面吃不饱。没事，哪里还有那炸酱面，给你留着，给你这个小弟的。谢谢妈妈。不客气。我吃的是原味的，他吃的是小黑我的。嗯。别挑。差了一个点，脸这边。等一会儿，你这种我压不行，你压不行。慢点，慢点啊！那给我留三个，你给我留一个口去吃。好。那留着，拿手吃吧，筷子对准这儿。好吃不好吃？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